係啊，有啲朋友仔問咧，點解咧我啲頭髮咧，出行動嘅時候咧唔扎起佢？其實咧呢一個咧就係、我哋都有考量過嘅，因為咧我咧當時其實我而家都係嘅，因為之前咧剪短過啲頭髮啦，其實啲頭髮咧就未長翻曬，而家我自己嘅頭髮咧就係喺呢度。因為李靜怡的時候呢都還是很短，即李靜怡的時候在這裡是啦，現在呢其實都是長到去這裡，所以呢這個是一個假的，即這個是薄髮來的，所以呢基本上、演 shadow 的時候呢我的頭髮呢是在呢度，即係因為啱啱嗰陣咧就拍完海關啦，咁其實係好短好短，咁好不容易咧先至去到呢一度嘅時候咧，咁就真係要薄髮先有嗰種長頭髮嘅即係 shadow 嘅感覺啦。咁所以咧嗰陣薄髮咧係扎唔到頭髮，因為咧我一扎頭髮咧後邊一啲好短嘅頭髮咧就會跌曬落嚟，咁所以因為會咁樣咧，就會如果夾好多夾嘅話咧，就或者噴好多 spray 咧，我哋都有嘗試過嘅，咁就會影響咗嗰、那個即係視覺上面嘅效果啦。咁所以我哋都就抉擇咗，就係、是、不如就唔好扎啦，因為真係扎唔到，係啦。咁所以咧就冇咗頭髮啦，冇錯，發言人嗰個就係我真嘅頭髮嚟嘅。是啦是啦。冇錯冇錯。是啦，所以我哋都有考量過呢個問題嘅，咁但係都有我即係本身嘅一個難處啦，咁所以就冇辦法啦，咁希望唔會影響大家一個觀感上面嘅感覺啦。點啊劉永璇。其實我想問一下，是不是剛才我們的超能的人都是在這裡？等我看看。劉永璇，你想不想進來玩？看看先。劉永Tiff 你是不是已經落了妝沖了涼了？看看阿 Tiff 應該跟不到我玩了，他可能已經休息了了，所以呢我再 invite 多他一次呢，那我就知道他喂，你是不是真的已经起了？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们双楼啊！为什么刚才又刚才又要跟你一起，现在又跟你一起？唔系，同埋我想讲咧，有冇帮我哋起呢一个名嘅朋友喺度睇紧呢个 live 啊？我想讲真系好得意，我相信一定。同埋咧，我哋两个一齐睇翻啲片段咧，同埋咧，真系好，即系呃到人。如果未睇我哋嘅，真系好搞笑。我哋嘅人，我觉得佢哋以为真系我哋两个系入戏咯，好开心啦！我冇谂过佢哋咁有心机去将我哋嘅我都系埋一齐，好开心啊！妹妹啊，你有冇白糖啊？我冇啊！点解你唔请我食嘅？食咗两包啊！你唔攞包？唔系啊！我最嬲尾咧，我见咧唔系好多啦，然后之后咧，我就将佢拆咗一包包，然后咧嗰啲好细包嗰啲咧，一包一包俾啲 friend。唔紧要啦，见你咁有心俾佢哋，咁 OK 啦 ，OK 啦。好啦，我下次我见到你，我攞两包俾你啊。因为我都是一 pack 里面有很多包仔。好啊好啊，我请你吃。你请我吃。我们可以一起跟大家一起吃。好啊。
系咯，喂，但原来咧，我哋而家系我哋睇唔到啲人嘅 comment。我而家睇到啊，你睇唔？系咪因为我哋两个同时间开紧咧？系咪咁？唔系啊，咁你睇得过嚟，咁你就可以睇下佢哋讲咩，然后答。我好多都唔识睇嘅，应该点算咧？我同咗一个唔识 comment 嘅人讲呢一样嘢，因为咧就系、是。唔系好擅长睇呢一个中文字嘅，定系定系我开，跟住唔好啦，都系唔好完咗呢个 live， 唔好啦，唔好啦，好啦，咁边个而家睇紧呢个 live 就知啦。你真系睇唔到我，你而家见到啦？啊，我见到啦，我见到啦。佢话希望你们两个可以再一次合作一部。诶、欸，我哋而家就一齐去拍。不过咧。就未必系大家想睇嘅CP 感觉咯。不过我唔介意大家觉得我哋喺呢一套都系 CP 噶 ，OK 噶 ，OK 噶。唔系，但系我真系想讲咧，我哋近排成日见啲 fans 咧 post 我哋啲片咧，大家真系好用心，应该系用咗好多好多时间去剪咯。系啊，同埋我想话大家剪得咁靓咧，令到我哋个感情咧系不知不觉间唔知点解睇完嗰啲片咧，我有多一个好好嘅感觉啊！我都觉得系啊，好舒啊！同埋咧，其实如果你真系谂咧，我哋喺隐形战队里边咧，真系唔系太多场合系喺埋一齐咯。但系咧，唔知点解而家剪下剪下咧，变咗我哋好似成日都有见面咁样样。好开心啊！系啊，好似我两个其实先其实阿酷上阿之后阿咧阿唔系假嘅。其实 Hill 姐系同咁边个同阿蕾蕾啊？哎呀，金公主啦，蕾蕾酷。Cool Sir 同女人傾偈 ，O K 嘅，唔係都係阿 Cool Sir 同翻我媽咪，但係呢個關係咧搞到太混亂咯，我發覺 no good no too much no good 太 complicated 啦，而家變咗大家好複雜喎，我發覺大家啲關係越搞得越亂啊！哇，唔係，但係我想講咧，你今晚咧俾人咁樣又跌啦，又即係搭落去地下啦，跟住又同阿蕾蕾有嗰場打戲咧，都真係好驚驚，係啊！我想話我想話，如果你講呢一個嘅話咧，其實咧我係好，我睇你嗰場打戲咧，我係好 impress 嘅。點解咧？嗱，我唔係專登要喺大家面前去讚你啲咩啦，即係頭先咧少講，因為咧。无论是今日那场呢，定是寻日在，定是 Locker 那场，是不是呢？我以我记得的呢，我自己打的一些招式呢，是比较少的。怎么说？即是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个招式的意思呢，就是譬如一连串不停的一些招式。即是譬如，我一打，一打一挡，一打一挡，然后之后一个转身咧，咁就可能一个争，咁我就完啦。咁可能最多都系六招，但系咧，大家要即系睇多一次嘅咧，就系刘咏璇同阿 Charlene 咧，佢哋两位嘅招数咧系好长，但系系都系咪有冇多过六招咧？我都唔系好记得，我都要翻翻睇翻嗰一场戏，系。有，一定有到過，而且是可能我自己會覺得那些招數不單止是多啦、有力啦，還有那個氣在那裡啦，而是你會覺得哇，即是我很知道拍打那個感覺是你又要記，你又要跟那個對手去去夾啦，同埋咧嗰個 shot 咧，唔係淨係影你啊嘛，係你哋兩個一齊嚟，所以你哋兩個嗰個配合兼根本上同跳舞跳聽係啊，佢哋成日會形容打戲好似跳舞，你一定要兩個，係啊，即係要
兩個一齊去做，你仲要係一 shot， 然後兩個一齊去做同即係兩方面嘅嘢去配合，其實我自己會覺得係一件好難嘅事咯，因為嗰個 shot 係兩個一齊喺個鏡入邊咧，而唔係分剪咧，是 really hard。So that's why 我無論係嗰一集你喺更衣室，定係你今集去即係擁佢出窗嗰一場咧，我覺得好勁，即係超級，即係可能。即大家可能在那個看即做觀眾的時候呢不是很知道，但是呢因為我今次呢打的場口呢比起我以前多了，雖然都不是很多，但我會知道那個是有幾那麼是有幾那麼難，所以我是真的覺得不是，但是我真的都想說其實很好彩那個對手是 Charlene， 真的，因為 Charlene佢真係打得好好。Jess 話係啊，唔係同埋咧，即係我對手係 Charlene 啦。即係如果講翻我嗰場戲，就係因為 Charlene 佢都係非常之好啦。即係佢都有受過好多嘅訓練啦，咁所以佢都其實佢好幫到我嘅。其實我覺得即係成件事，即係學你或者如果係跳舞嚟講嘅話，係啊。但係你都唔好唔俾自己 credit 咯，冇冇？你知唔知啊？即係個分別係唔係？我跟住之後講埋你，同埋咧，同埋你，OK， 好，我俾你講，俾即係你咧，用只腳撐佢嗰個，嗰個身嘅。其實咧，我諗啊，我唔，即係我唔知道，即係當然佢，即係你哋兩個一齊去夾嘅時候咧，一定係，但係呢啲嘢咧，嗰個力度咧，冇得呃人嘅。佢食噶，佢一定係要食，有啲嘢一定要，真係會痛。咁即係兩真係好犀利。即係雖然 Charlene 而家唔喺度，但係我真係好想同大家講，其實打戲係真係要付出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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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血咯。有時大家都會知道，即係我哋係拍戲啦。咁當然盡量都唔想真係用。真力即系唔想傷害到嗰個 partner 啦，但係有時候，好不知覺地咧，如果啲動作好快咧，有啲會唔小心啊，唔小心大力咗喎，或者唔小心就唔到個力喎，但係因為可能 Charlene 佢係受過好多嘅訓練咧，佢真係令到我冇，即係除咗啲可能。真係好難避免嘅傷咧，即係可能話魚啊嗰啲咧，其實佢真係好。protect 到我咯，反而即系成件事系好安全啊，即系唔会话啊佢大力咗啊咁，因为大家都见到我同佢系隔咗好多招，尤其是喺更衣室嗰场咧，我同佢不停打咧，我反而知道咧，我系瘀嘅，即系瘀系必定嘅，因为真系始终骨撞骨都好多次啦，但系系减少咗好多好多咯，我会觉得系好，即系所以。我會成日都講，我好佩服，好佩服所有嘅武術界嘅演員啦、武術指導啦，佢哋個個都真係好犀利，好好叻。同埋一個題外話咧，其實大家見到咧，《隱形戰隊》入邊嘅Charlene 咧，佢係好即係殺人咁嘅樣啦，但係咧其實咧佢平時咧佢講嘢咧係。我哋两个把声再温柔，更加温柔好多。其实真人把声系娇滴滴到，真系唔知道噶。即系如果你平见到佢样咧，跟住佢一开声，你话吓系佢嚟噶？我会觉得吓真系噶。哎死啦！我听呢个唔学唔到啊！呢个即系佢真系好。又唔係小端子，唔係小朋友聲嚟嘅，但係佢係一個好女仔，好斯文，好 sweet， 係啦，好 sweet 嘅聲咯。所以希望大家即係喺即係雖然就係 Charlene 而家唔喺呢度啦，但係佢係真係一個非常之有趣，所以要俾多啲 credit 有趣 Charlene， 真係要俾多啲 credit， 真係好啊！唔係，我而家要講翻你啦，嗱，我真係想講咧，你真係要俾翻自己好多好多 credit 咯，因為嗱，首先雖然我都冇乜武術底啦，但係可能我之前都有做下運動啊，可能我有 sports 嘅底咧，可能我會對於呢啲比較
體能上的東西會熟悉一點，但我想說你是可能本身你又不是太多體能上 的運動的人，但你又能夠做到很多這些動作，我是覺得是很厲害的。你想想 你被人打一拳，你不單止是硬食，你還是完全 不出聲的都可以繼續去拍繼續去拍，我會覺得是很不容易的，尤其是你本身嗰個體能上，即係如果我哋講翻轉頭啦，我知道你之前都話，哦，其實我好好 as 一個 partner 咁樣，即係我哋一齊開槍嗰一場啦。其實我覺得真係唔關我事咯，係你自己俾你自己嗰個自信心。我覺得你係好叻，因為由你一個好驚、好驚、好驚嘅狀態，好怕嗰啲槍聲，跟住或者開槍嗰啲叫做咩啊？開槍嗰啲。粉啊，系咪嗰啲叫做乜嘢啊？嗰啲火力，嗰啲火藥咧，咪反翻轉頭彈落我哋塊面啊！即係成日彈到你入眼咧，你都係冇乜點出聲，即係你都係話啊，唔該紙巾咁樣自己清一清潔佢，跟住都係再嚟過啦。所以我覺得你係嗰種精神啊，即係嗰個拍攝精神，你係唔會俾你嘅 fear。你怕嗰樣嘢而去阻止到你咯，即係你嗰種決心，我係完全感受得到咯。所以其實嗰一日係完全唔關我事，係你自己好 strong 咁樣去同自己講，我一定要做得到。所以我覺得你最尾你係能夠唔眨眼去拍攝到去完成到嗰件事，係你好叻哦，真係啊！所以你係要俾多啲 credit 自己，真係好叻叻啊你，好叻叻，好叻叻啊！所以大家真的要知道不容易的，真的不容易的。是啊，真的不容易。我觉得都是那句不是，我都是很加油你的。而且我真的很喜欢那场戏咯，即如果大家有看，我是觉得那一场特别表现到我们两个的，即女仔那种 power 也都会表露得到，我是好開心，同埋咁難得我哋又有呢一個緣分，可以開真槍呢樣嘢，係好多謝我哋監製 Jazz 嘅，即係能夠俾我哋咁樣去嘗試，可能好耐都未試過喺電視劇裏邊度出現過一個場口。你諗下，我哋係 non-stop 咁樣去開槍、開槍、開槍，仲要換彈夾，你就轉槍，成件事係～哇，我觉得好难得，我系觉得。不过谂翻起咧，真系系一个一生难忘嘅一个 experience 啦，即系你会觉得啊，唔知几时再有机会去做呢一样嘢，因为 exactly 系啊，真系好正。其实我哋一路讲话，因为佢哋问系咪真系用真枪，其实嗰个系真系真枪嚟嘅，但系佢嗰个大子弹咧系假嘅，即系佢嗰个系一个，即系如果你入边系一个真嘅子弹嘅话咧，咁其实咧唔单止系演员啦，我相信啲工作人员喺我哋面前拍摄嘅时候咧，都应该会好弊噶啦，咁所以嗰个子弹就系假嘅，咁但系支枪。咁而入面係會有嗰個火藥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咧通常咧，成個廠同埋嗰個景咧，係會有嗰陣真係火藥味，係啦，嗰個係一個係啦吉係啦空嘅彈，咁但係佢會有個彈頭咯，即係佢唔係彈頭啊，佢就係冇嗰個彈頭，佢係吉嘅子彈，但係佢係有彈殼，係咪咁啊？會叫做呢個空彈啦，即係可能佢裏邊嗰個藥咧係有嘅。即係佢係有嗰個火藥，但係佢出嚟嗰時佢冇嗰個彈頭咯，即係佢應該射出來，所以佢就冇嗰個破壞性啊！即係佢唔會穿到入去任何，即係佢唔係真嗰啲，真係會傷到人咯。係啦，但係嗰支槍就係真，同埋佢嗰個力都係真嘅，開真嘅彈頭入冇一樣，冇錯。而佢嗰個彈出嚟嗰、那個火藥啦，同埋咧佢個彈，佢嗰個彈殼咧
係真係會彈出嚟。因為有一次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同阿 Tiff 拍嗰場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我就係見證住嗰個子彈飛喺你面前啊嘛，係咪彈咗落我塊面度啊？佢彈咗落塊，跟住之後咧，佢係辣嘅，好熱，即係佢好熱嘅。咁我就心諗哇咁樣咯，我心諗死啦，有冇辣親咧？咁樣我咁又唔係好嘅咁樣，但係都你得意啊！睇下你能夠咁正常咧，對於呢件事其實係好恐怖。唔系喎，好彩冇事啫，即系可能我就即刻咧谂，啊好彩唔系弹我只眼度啫咁样咯。系啊，所以咧，其实我哋每一次拍开真枪咧，好好嘅，即系我哋即系幕后安排晒，即系一定要有一个专业人士啦。佢每一次帮我哋入弹夹啦，即系虽然系空弹，即系嗰个系空弹啦，但系佢会每一次 make sure 话，嗯，你而家有几多粒子弹，你知啦。好啦，我而家摆入去啦，睇到啦 ，load 咗啦 ，OK 啦，跟住即系每一样嘢咧。是很清楚很清楚地通知所有人，雖然他是沒有那個危險性，但是他也有他的危險性，因為始終他是沒有彈頭，但是他是那個力呢都是很強的嘛，所以如果你太近距離呢都會痛，應該是這樣說，是會很那個氣壓都高都強的嘛，所以我記得那時候還是我們兩個很近距離地開槍，跟住咧，我哋啲彈頭飛到周圍都係，飛到周圍都係。跟住嗰啲，我哋直情係兩個喺度，你有冇俾佢 kind of 掂一掂到？跟住我哋話，嗯，掂到啊，掂到啊。但係我就係 high 身咯。我話連嗰、那個，我嗰、那個連嗰個空氣咧，嗰陣氣流啊，即係嗰個嘢，因為我哋講嗰場咧就係、是。阿 Tiff 要喺呢一個位咧，就射過去嗰邊啦。咁我喺呢個位置，咁就係好似兩邊嗰個子彈係咁樣 cross 咁樣啦。咁而當我開槍嘅時候咧，阿 Tiff 就 feel 到我個槍嗰個氣流咧，跟住咁樣，我就 feel 到佢嘣過嚟我度。跟住再加埋我哋開槍嘅時候嗰個聲好大啦，跟住咧又有一種力喎，嗰、那個力咧係好難去。去模仿，因為佢個力咧唔係真係好大力，但係佢會令到你嘅面嘅 BB fat 咧就喺度震下震下震下咁樣嘅，係啊，好搞笑，係呢件事真係好難忘，好難忘，好勁，係難忘真，我諗我永遠都會記得我哋嗰場戲，真係不得了 ，Me too， 嗯，我覺得係覺得不得了，我哋。香港是不是住同一个地方？但我们是一起住香港的。是我们真的轮我想想我们还有什么很特别的可以分享一下。哦是啊，还有说回啊，你刚才那一场啊 ,Shadow 真的很衰咯，在那里玩女女。最开头啊讲到好像我要还回个哨子，就是那个是哨子叫做个 whistle。我還翻俾佢，跟住個我哋個個喺度睇緊嗰時話嚇，你唔係咁樣而家呢個時候拒絕啊嘛？但係原來唔係嘅 ，Shadow 同佢道歉，嗰件事好 sweet 哦。快啲，卓入咗嚟同我 say 個 hi 先。Hi。卓，你有冇睇大結局？是啊，那个 whistle 在這個网上面的人就开始买了。人家找到啊。看来你可以做哨子的那个 whistle 的代言人了。我是不是要开始做那些网上面卖东西的直播，跟住他们又问我的袋子，你的戒指。知不知道我都有收到 message， 但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牌子，所以你可以回应一下，是不是啊？我都唔，我哋要问翻我哋嘅 designer。个问题系，佢连我啲手指甲都问我个款系乜嘢咯。哦，但系你嘅手指甲的而且确系好靓嘅，我记得佢有几次佢都特登 zoom in。个问题咧，这个手指甲有手指甲嘅故事，知唔知点解？因为我要戏噶嘛，我个手指甲，所以我连续六个月嘅拍摄期间。我都是剩下那一款。我們收集的那位朋友有沒有說哇，他
佢直情悶到，佢悶到崩潰。佢話嚇係咪又係整翻呢一個？我話係。佢由要幫我整兩個鐘，變到個半鐘，然後一個鐘，跟住九個字就搞掂。最嬲尾。犀利喎！呢個係真係嚇死人，熟人心得了。阿 Tiff 呢部戲操得好，都有噶。阿 Moon 都有同我哋 kind of 操下，跟住 kind of 食下嘢，跟住 kind of 偷食。但系我想讲咧，点解你可以成日喺我哋隔篱度偷食，但系仍然都系 keep 得咁好、咁 fit 嘅状态咧？你谂下， no, 你嗰个太过着住成个 Laura Croft 咁样 ，OK？ 嗰个绿色系永不忘记到嘅一套衫，仲有个。新色喺你后面嗰、那个哇！你觉得如果要你整翻嗰个即系嗰个body 嘅话，你要几耐嘅时间？我觉得呢一次一定会比上一次短啲嘅，因为始终都知啦，即系知道你个 body 可能因为其实每个人嘅体质唔同啊嘛。咁所以可能你熟悉咗，可能你對邊啲嘢食啊，或者你對鹹嘢定係甜嘢特別容易吸收啊，你知道你食啲咩會特別容易第二日好脹咧，我覺得係會短啲嘅，但係都真係需要時間，因為你要 build 啲肌肉咧，所以點解咧啲健身比賽嘅朋友咧咁勤力咧，係因為 muscle 真係好耐好耐先至可以 build 得到，我覺得。即系觉得你而家你中意而家嗰个而家嗰个 figure 定系迎风嗰个？我会认为迎风嗰个 figure 就好啱迎风咯，因为如果要做反恐特勤队，佢系一个咁 strong 要配，即系要喺咁多猛男隔篱咧，我觉得一定系要有翻迎风嗰阵时嘅厚度啊，个厚身啦。咁但系你如果话我本人咧，可能我就会觉得， yeah. 可以唔使咁夸张都得咯。即系可能我而家嘅我就会适合啲普通，即系平时啲出街啊嗰啲会舒服啲咯。可能啲人望落去都唔会觉得我， yeah. 因为可能我高啊，即系我哋两个都高咧。如果我哋操得太夸张咧，你出到街咧会俾人哋会觉得哇呢、這个。邊個嚟噶？即係如果就咁睇個背面咧，會覺得你好厚身。你覺得 Tiff 而家同戲內差唔多？哇！你真係錯啊！呢位小朋友，你應該係冇見過 Tiff 而家。Tiff 而家咧，即係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啊嚇，迎風嗰陣咧，如果就咁好淺談，即係好比較簡單去講嘅話咧，嗰陣咧阿 Tiff 咧。佢嗰個膊頭咧，係比起而家應該多。嗱，我當阿 Tiff 嗰陣係我而家咁樣，唔係，應該而家係我係阿 Tiff 個膊頭啦。如果迎風嘅時候咧，佢應該係去到咁樣，有冇啊？都可能有，有可能喎。因為我即係可能嗱，我膊頭已經橫啦，跟住再加埋肌肉咧，就突然間好似崩脹咗咁樣樣咯。但是 我自己觉得，你是会你 carry 到那个身形咯，即系因为你长期要揸枪咧 ，hold gear 咧，冇嗰个身形咧就唔够说服力咯，非常，所以我非常好，即系，但是你而家可以，你而家好正，系大家可以快啲去希望呢个夺命提示，快啲出。界你就会见到，其实刘永全而家嘅状态系几正，咁可以见到阿 moon， 系个 moon 咪一样边肥。OK， 唔该，所有人帮我同阿 moon 讲，佢系完全咪肥。我块面仲有，我都得噶。Collagen， 你 collagen 几好几丰满嘅 collagen。几开心，我由三岁去到而家33岁都系咁。我唔知边个同我讲话过咗30岁咧就冇噶啦，啲嘢就开始会窦噶啦。真系好，真系好好啊！而家咩啊？我想问一下
但你啊，如果你要讲，你要谂翻成套嘅隐形战队，你自己最中意、最中意、最中意边一场？嗯，边一场啊 ？Or 边类？即系唔知应该点样形容咧？即系你系好难忘，即系除咗我哋开枪嗰一场，因为嗰一场亦都是我嘅其中一场。哦、yes， 有我喺度嘅先。要是我在这里而我很难忘、大家都可以讲一下的，你们看完隐形战队你们最难忘是哪一场戏，你们可以写完。我都想一下先，可能可以是你的拍摄最难忘，又或者可以是、现在你看整体来说你觉得最开，即是你看得最怎么说呢，我其中有一场很难忘的阿子善扮阿旺那一场，因为除了他很好笑之外呢，因为那一天是我杀青、啊、所以呢其实那一天呢我是很不想完的、真的吗、yeah， 我们那天在酒楼是我最后一场，所以我是超级不想完，完咯，我唔想去，我唔想场戏拍完然后收工咯。所以咧，你记唔记得啊？其实我最嬲尾咧，我有一日系你哋未一齐收工嘅，你哋你佢哋喺茶餐厅嗰一日咧，系咪啊？啊，诶唔系大排啊，哦，你嚟咗噶，我记得。是啊，咁冇我噶嘛，但我系好大家一起收工。我记得啊 ，That's why 我好想同你哋一起收工，所以我就专登过嚟去同大家一起收工啦。因为我觉得唔知咧，即系呢一个，我觉得拍剧对我嚟讲唔系净系。怎么说呢，我不只是觉得哇演出，我演员自己那一样东西我就 做了就是 complete 了一件事。即如果是真的一个、我很喜欢的一个团队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我会很想跟大家一起去感受所有东西。即 even 去到个 end 的话，我都是想跟你们一起去做这件事。所以我其实我是记得。系咯，影完咧系嗰日嗰种感觉好唔舍得，因为我觉得成件事系可能因为影完咧系我哋拍过，即系我自己啦拍过嘅最多可能打斗或者体能上嘅困难啊，即系好多 challenge， 我觉得，所以又累积埋同你哋一齐开工啦，成班人啦，我哋个 team 人大家都好开心啦，即系我会觉得成件事系。即系咯，学你或者唔想佢完咯。即系到佢最后一刻，我都会喺度谂，几时会再一齐见到咧？几时会再会咁多人喺埋一齐？同埋我哋好多大群戏嘅，有一段时间都我哋即系有 POT 景啦。系啊，所以嗱，有个朋友仔话 ，No wonder the photo moon was in it， but in the scene there was no moon。系啊，就系、是、因为我真系好想同大家一齐。大家一齐讲，越嚟你谂，如果我嗰日冇去嘅话，我哋就冇嗰一张咁正嘅相。咁嗰、那个即系唔系话我如果我唔去嘅话喺度，但系系啊，大家一齐都好想噶嘛，咁所以就，唉，最紧要就系嗰个 team， 好即系 team spirit 咯。咦 ，grandpa 喺度俾咗个 emoji 我哋。Grandpa 你仲未瞓觉啊？啊，同埋我想讲啊，你应该好忙，应咗我呢个问题啊。佢话最难忘嗰一刻就系姐姐帮你。我想问下大家觉唔觉得姐姐帮你系最难忘嘅一场戏先？因为我都觉得系好难忘嘅。哦，其中。
三個最難忘的話咧，除了姐姐幫你咧，就是姐姐在個夕陽下面。哦，夕陽下的那個都是尤其又係其實因為演出的嘢咧，好多嘢都是點講咧？即係演出啦，即係你去做一啲嘢，但是很多時候我自己覺得拍一套劇嗰個係演員們之間的感情啊。同埋一啲不經意嘅嘢咧，一啲意外，一啲好嘅意外啦。咁嗰個夕陽係一個好，即係非常，即係個天係嘅一個意外嘅禮物咯。呢啲我，yeah，你咧？我講啊，到你講啦。我講，諗下先。我剛才看到一個 comment， 我很想說回的，但你呢？不見了。我很難忘是什麼呢？我很難忘。我想如果真的要說難忘，真的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想我剛剛今集第三十集那一場打戲，因為真的多的第一次，就是第一次吊威亞，然後又扔一個人出一個玻璃呢，我係覺得好驚喎！嗰一刻我係記得，真係好好好喎！我想話，我頭先睇嘅時候，我就係心，我就話阿船喺度心諗，即係搞佢都搞唔掂啊！咁樣打落去都唔係辦法，掟佢出街算啦。係好似打劫大家嗰個 skill level 好似差唔多，唔掂啊，頂得唔落嚟咯！大家都咁勁，算啦。打嚟都冇用啊！掟佢出街啦！我記得啦，我記得，我想講咩啦？嗱，阿 moon moon 咧，你上次咧你就唔喺度嘅。我有一日咧，我係開咗個 live 咧，我都有講翻一個，我就係因為同你傾偈嘅時候，你又同我分享咗。你可以同啲朋友講下你嗰一日被困咗喺嗰個木箱嘅感受，因為我最記得你同我講過係你冇嗰個咩。那個什麼症啊，即是 claustrophobic 的，你不是 claustrophobic 的嘛，即是你不會害怕。我不是叫做是我那些什麼恐懼症啊，不是，即是困在一個很小的環境，你是啦，其實我沒有的，但是呢，知道為什麼呢？就去到那個位置，他們真的要拍我生那個盒呢，其實我都真的有點緊張的，但是其實呢，我們的 crew 呢平時呢就很鬼馬，很喜歡跟我們玩的，但是呢我聽 我知道他們差不多拍完呢，然後我跟他們說可不可以放我出來，可不可以放我出來， 我重複了兩次，他們一些覺得要跟我開一下玩笑啊，玩啊嘅覺都冇咯，佢哋係馬上立即大家去開翻嗰個木俾我，因為佢哋會覺得因為呢一樣嘢咧係你可能無啦啦會出嚟，即係你會無端即係你可能本身你唔知道，因為你未試過啊嘛。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嗰一刻發作嘅話咧，咁佢哋就不可以 take 呢個 risk 咯，所以大家都係真係好 take care 我，同埋好照顧我的感受。即係無論平時玩得再好玩、再瘋癲，都唔係嗰個時候咯。所以我覺得真係太好啦！有呢一班幕後嘅同我一起去做工作，我都覺得係。即係我哋成日啲幕後咧，我哋大家都會成日玩啊、開玩笑啊，即係可能真係為咗嗰個氣氛好。好舒服啊！但你一到正經啦，你真係見到佢哋係會第一好細，即係佢哋本身都好細心啦，即係佢哋會好睇住我哋、錫住我哋啦。但係佢真係會所有嘢會捉得好，即係會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okay， 所有嘢係安。佢哋永遠最主要咧就係睇我哋嘅安全為主咯。所以其實係真係有佢哋係好重要。係專業咯，專業。認真該玩的時候玩做事的時候大家都是哇很用心
盡力，同埋特別係對女士們，佢哋真係會特別照顧嘅，係啊，真係好錫我哋。平時係啊，雖然口口不對心寫，但係係其實口不對心，但係係好錫我哋嘅，所以真係好好。好啦，劉永常，而家接近一點啦，你係咪諗住傾到兩點？雖然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係咯，我都係難寫難，係好難。不過咧，你都要去 end 噶嘛。因為我每一次同劉永常一齊嘅時候咧，我哋係會不停咁講，講到停唔到口，永遠都仲有一啲嘢可以講。所以我知道同埋我回應翻有個朋友仔咧，就係佢不停咧就話，不如加阿 net 啦，加阿 net 啦。咁其實唔係唔想加阿 net 嘅，因為咧阿 net 咧其實今日有少少唔係好舒服。我相信咧佢翻緊翻咗屋企休息緊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可以，我哋可能下次去同阿 net 啊、山聰啊佢哋一齊去開 live 啦。下一次可以再同大家傾偈，因為我。嗯，我每一日都会见到林船嘅，所以咧就都好大嘅，仲有阿山聪啦，我哋应该都可以揾一日啦，我哋揾一日再开啦，可能再倾下偈啦，系咯，冇错，系啊，我哋呢一班人系成经常嚟紧呢一段时间都会经常见面嘅，嗯。冇错，好啦，好啊、今日倾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见面啦。同我哋 fans 们讲 good night， 同埋好多谢大家，好多谢大家咁支持我哋隐形战队。系啦，嗯，我哋两个咧就要瞓觉猪啦，咁所以咧，系啦，下次再同大家开啦，再同大家倾偈啦，好啦 ，good night， 妹妹。Good night, 拜拜 ，Good night， 拜拜，俾心心你啊，耶，拜拜，早唞啦，拜拜，我死啦，我点样熄噶？睇下先，死啦，我点样删噶 ？How？ 我揿咗我就 leave 噶啦， How? 应该，好啦，咁我 leave 咗先啦 ，OK， 拜拜。好。